见星光为我祝福，这一路收获了感悟，下一秒就是日出。当我挣脱了束缚，当我丢开了地图，当我放开了自己，自由的旋转跳舞，当我找到了我要去往何处，那是开始旅途。忽然天边乌云密布，被你敲打我心深处，才发现自己是天赐予最好的礼物。卸下这个包袱，每一步都有专属的幸福。我们有难处，必须得到光线子。痛苦的不是只有你们，姐姐，马上就好了。拥有他的力量，你就不会再这么难受。至少我们两个，一个解脱。弟弟，老孙，我们是不会交出光线子的。看来，好狠！是不同。接受光仙子的力量，若只能救受一人，弟弟，我不要。我一起承受，没有唤醒光仙子，我还有机会。那里，光仙子果然在这里。错失了机会，不后悔吗？比起自己解脱失去你，我宁愿和你一起。庞尊，枕在深深的梦里吧。仙子，醒来吧，我来唤醒你。夜罗莉魔法，醒来吧。让我色彩前你自己的眸色，请尊重我的愿望，让我保有自由意志。自由意志，你不需要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属于我雷电尊者的，那就继续完成仪式，变成我的影子吧。拒绝完成仪式！什么？你竟然违抗我！是没有一气呵成，为了醒来留下了空隙，想得空。
控制我的人，还我自由！白仙，我会照顾好你的。所谓的自由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要离开我，不给我力量吗？别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心的伤不是伤吗？被囚禁的心早已伤痕累累，我受够了。仙子，你所谓的自由，就是要离开我。都是我布下的雷电网，已经插翅难飞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留下我？因为我不能失去你。留下我，你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伤？魔力魔法。晴雨塔四季晴天，这不是自然天气，肯定是仙力啊。
等一下，也许问我问题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一个人心伤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心伤了，我嗅到了爸爸的味道。看你这样子真别扭，还是先给你治疗一下吧。叶罗丽魔法，七情六欲，暴击他，情欲与法剑。恢复了。怎么样？适应吗？看得很清楚。注意事项。刮风下雨会酸痛哦。拜托，这又不是老寒腿。不过这只是替代品，总有一天你要变回自己真正的眼睛才行。我的眼睛不重要，雷电会指引我，它比较重要。啊！天哪，雷电尊者竟然也有温柔的情感。感受到了，我感受到了，结论就是他讨厌你。什么？没错没错。别撞人家声音说话。叶罗丽魔法，喜怒哀乐白光莹心里的伤是什么？他会留下来吗？下面介绍一下太阳大气层的结构。平常我们用肉眼看到的太阳，是太阳大气层的最内部，也就是太阳的光球层。实际上太阳的大气层呢，从内到外依次为光球、色球和日冕。平常我们用眼睛看到的太阳的大气层呢，就是光球层。光球层最明显的特征呢，是太阳黑子。黑子呢，它实际上并不是黑，是温度低、磁场强的区域。太阳表面的平均温度是5700开，太阳黑子的温度呢，要比表面温度低，1000多开，所以太阳黑子的温度是4000多开。一个黑子的大小一般是几十到几百个地球这么大。所以我们看太阳，虽然它的黑子看着很小，实际上它是非常非常大的。